将军宫新鲜篮球无名客，黄泉路上是变怎买收来欢迎？老伙仔用一卡个扳指拨通高魂书架，那气势回升，阁愈活愈少年。敢讲这头人发新芽，后生仔少年煞被吸死呢？为了要救郭孝顺，伊是变怎用画碗来替歹人买收呢？一天连收，尊龙公要来应就好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九拜五暗时7点半，释出台湾，尊龙公照收。